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那时有犹太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第二节，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肚饿，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第三节，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路上困倦，因为其中有穷人出来的。第四节，门徒回答说：差这也替从那里得着病，叫这些人吃饱呢？第五节，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鸡。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鸡饼煮下了，撇开赐给门徒，叫他们掰开，门徒就掰在众人面前。第七节，要几条小鱼，耶稣捉了腹，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休息。剩下的粮食又吃空置。第九节，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太马努他境内。第十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叫他从前相信的神迹给他们看，仲有试探他。十二节，耶稣心里沉沉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十三节，他就离开他们，要上船往海边那里去了。十四节，门徒忙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祝福他们说：你们要遵从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十六节，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十七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信我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昧吗？十八节，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吗？也记不清得么？十九节，撇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少少的粮食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二十节，要撇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少少的粮食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么？二十二节，他们来到百事泰。太要人带一个盒子来求耶稣摸他。二十三节，耶稣拿着盒子的手量他到唇外，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安笑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二十四节，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子，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二十五节，随后又安笑在他眼睛上，他真正一看就服了人，样样都看得清楚。二六节，耶稣打发他们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们也不要进去。二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比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也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二八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要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三十节，耶稣就禁止他们不要告诉人。三十一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是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刺切，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三十二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牵他。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就责备门徒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这体贴人的意思。三十四节，意思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杀己，背弃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有救自己生命的，
biết sống theo sáng miệng. Phạm với ngò, phụ dìm sống theo sáng miệng thì biết kêu đeo sáng miệng. Tham xếp điều chật, nhìn chú ấy chân để chuẩn sĩ kê, phải sống chí kê sáng miệng nhiều xí mở dịch chú nế. Tham xếp chí chật, nhìn phản nên nà sẽ mở phán sáng miệng nế. Tham xếp bắt chật, cháy chè dìn lớn để chú ý ổ tế sĩ thời. Ba ngò, phò ngò tế thô lì, đồng chọ khẩu chí tịch. Nhìn chi trái thả phú thì dùng giao lì, thùng xin chiến sĩ, con linh tích sĩ hèo, và giao bà nà nhìn đồng chọc khổ chi tích.